我有恐慌症和焦虑症，是的，不是，生病的是上环，不是我，是上环有病，不是我有病，是你们弄错了。小新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我个人认为离开他会对你的事业发展比较好，不仅能帮得到更多的孩子，小宝也可以继续就诊。我连办公室都跟你空着了，快来吧。今天呢，这有一场亲子活动，妈咪也是托小宝的福才有机会回来看一看。待会儿呢会有很多小朋友和家长，你放轻松，开开心心的跟大家一起玩。如果想回家呢，就告诉妈咪，不用勉强。妈咪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，好吗？ 所以你是想辞职，不是想休年假？绝了！大哥，你这反射弧长得可以绕地球三圈，厉害！合同里写的很清楚，任何一方提前提出解约，不仅要偿还原来的欠款，还要赔偿违约金。对，你不要再跟我说什么违约金不违约金的了，我真的头大，亮总。 你呢？解雇我，放过我，也放过你自己，好不好？不可能。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？嘘，小宝需要你。